穿哪一套衣服好呢？哎呀，不管你穿哪一套，你都是那么的漂亮 ，perfect 100分。他是希望你不穿。同学来了，要来请问一下各位色魔，不，各位哥，不要这样，太不礼貌。各位猪哥啦，各位猪哥。还没录你的头，脸都这么红、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昨天去做 AB 酸，我的脸正在脱皮，保养皮肤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小东哥也是我们的客家猪哥，这一哥，客家猪哥，客家一哥啊，然后客家猪哥是罗时丰。欢迎我们这位甜美系女神出场。哦耶！考验拉链在前面，哇哦，都可以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可以啊，心机很重哎，没有人讲不行，大家都而且我在观察，而且我觉得你的那个企图心很强，怎么说？你很明显想加入这个主持群，哎，对，你看这个衣服，单色系上。对啊，一起加入我，搭有搭。对，你今天的打扮的特色是？我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第一次约会，对，不知道第一次约会要去哪里。那有些男生可能会想要看电影啊，或者是可能玩一些什么密室逃脱啊，或者什么去烘炉地板。你真的能玩密室逃脱吗？可以，因为如果你有些太，你这个怎么蹲？这个就这样蹲啊！哎，哎呦，这是裤裙子，它里面应该有裤子啦。这个很脏哎，裤裙有，这个是那个有安全裤，哦，对，我有穿安全裤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去户外也可以，对，户外也可以，然后比较轻松嘛。那如果晚上的话，你可能就是看夜景啊，比较浪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就是偷偷的把那个，哇塞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拉链拉下来，然后就说坏掉了，你会被蚊子叮，不会拉。不会啦，然后小可爱可以脱掉啊之类的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接下来，哎，欢迎乌克兰火辣性感杀手。哇！走台步了。这是加纳在乌克兰冬天的服装，对，冬天了，这个是必备的，因为如果你去约会，你一定要穿裙子，还有高跟鞋，这个你尊重你的对方。冬天你不能，冬天也是这样吗？对，当然，不管冬天还是什么时候都是要这样。他们这种就经常就是外面就是一个皮草的一个外套，对对对，脱下来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只胸在背上，对对对对，哇，这个很性感，哇，还有嘴唇的颜色，对，颜色，它的颜色，它嘴唇颜色。用的非常好，对，吸引人的红色，因为这个很性感。比方说，我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嘴巴会一直动，对，一直看我的嘴巴，你就可以想自己的东西，对，而且你喝酒的时候，我给你们看，在你的酒杯上面会一个唇印，唇印，对，这个我觉得很性感。所以当初见祖雄就是这一套，那个时候我没有穿，没有穿。好可爱！祖雄有看祖先，看到祖先吗？我只能说好羡慕祖雄啊！对啊，穿这样子，这个男生其实他这个其实还蛮端庄的。就你说的裙子没？而且你第一次看到女生，你也不知道她看起来怎么样，但是你看这边那边就大概可以猜得起。这段话什么意思？解释一下啊！就是叫我们看啦，因为我们经常认识一个女生，女生可能有的地方会包起来或干嘛的，对，就关你这个拆蛋的时候说啊。对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事与愿违。哇，腿小腿哇，怎么那么粗？他平常穿很长裤，但是他这个等于说你不用拆弹了，你已经可以确认他的胸了啦 ，OK， 他的腿 OK， 等于说你不用担心。日本萌田系甜心，欢迎萌田系。会是谁呢？萌田系。啊，萌呐！哎呦，你呢？拉链在后面呢。对啊，害羞嘞，继而是走秀。对啊，越来越黑啊。对对对，第五集。你去哪里啊？最近有去菲律宾哦，玩的太开心了。但是我们比较喜欢那个卡哇伊的路线。如果穿比较性感的话，我们都觉得很害羞。这样就很性感啦。对，但是这个
露腰，小小小的性感，小性小性感，对，露腰线。加纳那个就是大性感，哇，大性感不行，太害羞了，太害羞了。对，然后我们都觉得男生就马上看你，或者是会没有兴趣了。如果太性感的话，一次看完，可能到后面就没有想象空间。慢，对，你看他这个公主秀，你会想象它里面还有可能还有放一些东西。对，哎呦，是的，还有想象空间。洋葱式抽烟吗？还是槟榔？逆天长腿辣妹，嘿，哇，天哪 ，Oh my God！ 哦，发色好看。里面那个女主角，对对对，很像，很像，皮毛白，她的气势走出来，有点像要走那个红毯的感觉。对啊，超级名模，超级名模的感觉。对，反而男生看了会有点害怕，因为会有点距离感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今天会选择这样的衣服，是因为什么 idea？ 那我们澳洲女生就觉得可以露出来一点点，但是不要露出来太多，因为如果露出来太多，就男生就觉得。太性感，像我刚刚说，有一点距离感。对，那我们通常就是我们身材大部分的澳洲女生是高挑的，所以腿会很长，然后我们皮肤会很白，对，好白哦，就是露出来一些就是锁骨那边，我们不喜欢露，就是锁骨真的性感。不喜欢露出来胸部，不是像乌克兰那边，对，那就会太性感。你们没有胸部，太性感哦。对，不行。加纳说，因为其他人没胸部，对啊，对啊，可以露出来。他说你们收不起来，美艳性感小野猫，美艳性感小野猫，耶！哇，哎呦，小玉。小玉突破了啊！突破了哦！哇，小玉，小玉不是小玉瓜了，对，哇，小玉，小玉之前感觉是贤妻良母哟，约会穿这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好像得奖了，就感觉好像去参加喜酒了吧？不是，因为我们泰国的。就是比较喜欢比较正式一点，就是可能露一支线啊，然后露肩，露肩，嗯，对，然后要看到这种手骨的比较魅力，有魅力一点。哦，有，还有露腿，有开叉，对不对？对，哇，这个只要一拉开，啪，直接就开了，就这样，对，转一圈。哎，我很佩服他。哎，是，其实白色的是很难驾驭，不好驾驭，因为白色的很容易让自己这一些身材的一些问题会缺点会露，缺点会暴露出来。但是他，我觉得他的身材是欧美人士会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刚刚好匀称，对 Jennifer Lopez 的感觉。这个其实大众啊，他上面跟下面都其实蛮有进攻理念的。这个告诉我说，因为这个其实端出去很端庄，它是好看又好玩的。如果是另外一半是好看又好玩的一套衣服，而且穿这个第一次跟我约会出来，我大概就知道他今天要把就是。全部都给我了，哎，大概见到在有会有这个想象，要追对方的手指，大拇指甩脚，对方说他压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然后眼睛，眼睛看着眼睛啊，不可以闭眼睛。如果你输，你就要脱衣服，输了我要脱衣服。你们玩这么猛哦？这是酒店的游戏吧？对呀，肮脏的东西。为什么要脱衣服啊？总哥比较有趣。为了收视率，你死也脱了啦，你要脱。脱一件身上的东西，好了啦，来开始，开始，眨眼睛就输了，中哥加油，眨眼睛就输了，中哥，我们再看，哎，什么啦？中哥咬嘴唇，哎，中哥，小玉超贵，我的妈呀，吐毒液，哎呦，哎，中哥很强，中哥，我很想看他脱衣服。有砸了，哎，周哥拼了命，哎，小玉刚刚怎么样？很惊险，对不对？他太认真了，你先砸了，他太认真，太恐怖了。这个是很好的游戏，今天没有穿内衣，那你有贴胸贴吗？这件很难穿吧？我看过那么多女生，我真的不信，我可以靠近过去看吗？可以可以，哎，主兄，对不起。哎，周哥在干嘛？哎，可是穿这样子会很容易走光哎。你为什么不看？周哥，你为什么看？你不看一眼，我不会让你看到我在看。深渊，周哥，深渊，求你。
好了，中二。我不行啦，我脸红了，脸红，脸脸好红，脸脸好红，脸脸好红。我看了，我看，脸越来越红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近距离魔术，近距离魔术。聪哥脸超红。聪哥，聪哥，一波一波，聪哥，哎你你，流汗呢？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会这样吗？他冒汗了，他的背是湿的。这个也不是约会的衣服，不是约会的衣服，对，就当时的。你这个才会弄出来，好不好？哎，没有人这样子给人家吃冰淇淋的啦。没什么，不行啊，你这会被禁播啦！你这会，你这有。哦，还有粘起来，还有粘起来，有粘起来，有粘起来。对，林丹生气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走心了，我跟你讲，走光哎，不是走心。对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走心了，因为我等一下还会有准备第二套。我也有啊，我也有。我就把垃圾倒去你家，我要拎垃圾了，走喽。垃圾，奇妙，莫名其妙。去换，我去换。哎，那就这样去换的，去换的 ，OK。不行啦，太亏了，林丹，长大了，林丹长大了，哦，哇，你约会穿这样，哇，你是约会吗？不行吧，这是约别的，没有，因为这是有，就是有点防护啊，防护在哪？看起来若隐若现，不是，因为他很，你远远看以为是肤色，对，然后你越来越近看，觉得哇，大事不妙了，他是来找麻烦，他是在找麻烦，对，真的皮肤，然后他背后又有那个微露背，哇，他怎么没扣起来？哇，整个背肌都露了，他没有要扣，再转圈一次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忘记扣起来，忘记扣起来，小心机，钟哥，你还不赶快？那个扣干嘛？他等一下晚上要回家。你有扣子吗？我有扣子吗？有。哎，有扣子。天哪，钟哥啊！钟哥，钟哥，钟哥，这几位爆血管会中风，你多录几次会少活几年。这个太硬了，还故意扣很久，扣不起来。对呀，因为他现在充血度都集中在不同的地方，他这边缺血。快点扣啦！钟哥比较会猜，钟哥太会猜啦，比较会偷啦。你是老花眼是？他比较会偷，你是老花是？你又流汗了，你干嘛又流汗？哎，这一集卫生局啊，手不让老人来，你为什么头又？快点，赶快，又不行了。我帮你擦。还要虚脱。哇！谢。哇！天哪！钟哥快，哇！快中风哥了，中风哥，对，真的。不让林丹专美一拳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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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喜欢他的这个洋装，好看的，其实蛮好看的。好辣哦！你们刚刚说什么？看就看腻了，哪里看腻了？还哇哇，越看越想要看，越看越想要看，越看越想要。哎，但是这个会不会容易走光？就是被人家看到，会不会？啊，不会，因为在这边保护得很好。对，保护得很好。是吗？来，我们检验员小钟哥来。小姐辛苦哎，周哥消防员，多少人要想要这个工作？看一下他的拉链有没有拉坏掉。周哥直接会脱水吧？我这很锁得很紧。说得很好。小钟哥，你已经快临终了。其实林丹也是很漂亮，这套也很漂亮。这个就真的适合，我觉得他去 party 还是什么。对对不对？晚上的时候，如果要去夜店，对不对？这的确是战袍，而且粉红色很衬肤色。对啊，就很浪漫的感觉。约会的话，女生最有用的就是穿细肩带，对。然后呢，她会选一个呢，那个冷气，出风口，然后在那边吃那个位置，然后那个肩带就会这样子一直被吹掉，然后他又时不时一直拉，然后吹掉再拉，吹掉再拉，然后男生就这样一直看，然后都开始不吃饭了。真的就会被吸引，就被吸引。所以那个肩带
还要松一点，要松的，不能太紧，而且要细的，然后细的不能太重，不能太重。对，所以它被风吹的时候，它会这样飘来飘去，飘飘下去，男生就会。哎，差不多就是像小玉那种肩带，对，那个细度就是。哦。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因为我跟你讲，男人就是朝肩带的生物，我会朝着肩带一直看，一直看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，但我们不放弃。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个 App 好贴心，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，让你一次满足。